你昨天晚上跟仙人掌聊了一宿，他还吐了一盆呢。我记得昨天，他是立体的呀。喝多少我不记得了。在哪儿喝的总记得吧？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宿醉啊，就像一个传送门，你根本不知道第二天会被传送到哪里，在哪儿醒来，全凭运气。 那你跟谁喝的总知道吧？我唯一的印象是，没有印象了。啊，睡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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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完了完了，丢了丢了。什么丢了？人丢了。海下丢人的事我们知道了，不是，是万一。啊！快，大家分头行动。 小天，你去拍《猎听》，导演，你去找我呀！大姑，大姑，你去万一家出门。那你干啥呀？我镇守家里，守株待兔。啊，那就是啥也不干呗。趁我喝多了，脑子清醒，我会在大后方稳定军心。毕竟，我作为我们剧团迷途死亡的总经理，大家需要我这颗强大的心脏。我一旦有了消息，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 出发！又欠费了，稳哥就不能多交点电费吗？谁？谁？我看见你了，脑子大脖子粗的那个。我可不怕你啊！ 吓唬我啊！万姨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们大家都找你呢。你手怎么受伤了？ 你打我！我都没碰你。为什么我遭受完的冷暴力，还要遭受这个热暴力啊？不是，你误会了。来来来，你先出来，来。啊！不要疼！没事，你先别着急啊。哎呀哎呀呀！地震了，快跑快跑！对不起对不起，快跑快跑！那万姨。 我先把你捞出来，来。捞我干嘛？我是面条。我是面条，我是没人吃的面条，没人理我，我都驼了。这喝了多少？来来来，我都驼了。别着急，来来来，脖子给我，走。 不行，你自己试下劲儿，你自己。哎呀，不行！不是，你先别乱动啊！来，来，一二三，走！哎呀！这两个腿长，哎，这个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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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。哎呦，我才没长！哎，这两个行，这两个行。 哎，这个有腿毛，快点揉。这是男的。有人吗？后备箱里有人吗？哎！你好，小易。 你好，小易，我在。把门开开，把门开开。播放音乐，《星
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。吵死了！文艺，文艺，文艺，文艺！啊！你别吵，别吵，别吵！什么情况？小丁也失踪了？太突然了！我给小丁打电话，想问问情况，结果一开始一直占线，到后来直接关机了。我也去万一家了，和万一合租女孩说她一夜未归，小丁也没出现。我和导演也看了半天的腿，就是没看到万一的。这不科学，这简直太诡异，太突然了。昨天晚上是万一失踪，今天早上小丁突然人间蒸发，那接下来会是我们当中的谁呢？这个消失顺序是不是按角色大小来的？先是女一，然后是男一，接下来就会是……我们四个的吃喝拉撒一定。你们有没有听到排练室里有奇怪的声音？陈文，你对地形比较熟悉，要不你去看一看？哎呀，怎么了？肚子疼啊，就跟要生孩子似的。大姑，你去看一看呗。我肚子也疼，跟生完孩子似的。行了。别装了，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嗯，开启进攻阵型。哎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误会我了。我听懂了，我听懂了，我听懂了。你别着急，没事儿。金刚护体模式开启！哇，哎呀，这下安全多了。我看电影里的谋杀案说把人杀了分成好几块，就装这样大箱子里。过了啊，
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，不就是失踪两位同志吗？是啊，他也不用疑神疑鬼的吧？现在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，我们一直在原地踏步啊！啊，你松手，我手三二一，三二一，哎，人呢？人呢？我不敢看。爹，你哪儿？你醒醒！对不起。 我不该喝那么多酒，我也不想这样。我知道，剧团承载了你太多的期望，可他对我同样也很重要。我就是想努力的证明自己，我就是太想做好了。大家待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快乐。 小月，万一你俩怎么在这儿？你俩没事吧？没事，要是你们能在玩会儿开门，就更好了。抱歉各位，再给我一分钟。啊！救命啊！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他俩活不过这集了呢。 哎呀，不光活着，活得还挺好呢。看一下时间，掐表呢。千万不